放暑假期间，因空窟窿会举办为期两天暑间幸运草夏令营活动。第一天借着导游和小朋友了解暑间会组织进行系统教育，认识在地农产品加闯关游戏。第二天是来到青龙农场，运用在地农产品料理家己的中道顿，和小朋友在游戏当中实在因空在地农产品以及学习农业相关知识。在放暑假期间，永康区农会在农业推广中心举办为期两天暑间夏令营活动。第一天借由桌游，让小朋友了解暑间会组织，体验农产品加工、幸运草扩香时，也来到永兴农田农民直销站进行系统教育，实施在地农产品和闯关游戏。第二天是来到青龙农场，体验种玉米以及运用在地农产品料理家己的午餐，也结合冬季水果做销售的串冰。第一次办一下四建会的夏令营，然后让我们故乡的小永康故乡的小朋友们认识一下我们永康故乡，那认识一下我们农会跟我们在地的小农啊，在地的农产品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这两天的课程啊，就是第一天的话，就是带大家认识四建会。那四建会是什么？然后还有四建会的草根大使啊，然后跟会员他们作业组有什么样的相关活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四建会的作业组里面有就是包含西施的水果饼啊，然后相关的我们永兴农田的农产品。都会就是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做露出。那第二天的活动呢，我们会带到阿中的农场去，就是我们的青农阿中农场那边去做一个实农的体验。永康区农会表示，借暑假和农会会员小朋友在游戏当中实在永康在地农产品以及学习农业相关知识，和参加的小朋友实在暑间会实农教育草根大使，并且将这两天体验运用心智图来做精彩回顾，让小朋友过着一个有意义的暑假。记者萧正伟，永康区采访报道。